这个表情好像有点像波多野结衣的感觉。啊，那我们要重录。对不起。好，来来来，去来。紧张。紧张。惨了，等下出来是许梦子。哎呦，还好吗？75，还好还好。哎，小场，请问一下，你今天要带来是哪首的台语歌还是国语歌？国语歌。嗯，我们换台语好不好？台语下次。那今天要带我们带来什么样歌曲？火，性感的。哦，性感的。哦，来麻烦。会有傲人上位的张艾雅也曾发行过单曲，在干扰之下，他能唱得好吗？我就是爱唱歌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就是爱唱歌，呼吸打着节拍。我心里的热情是我的指南针，要快要就快乐，做什么都认真。不要在意我是谁，不要以为我很遥远，不要怀疑我的嘴，每一句都让心跳碎。我们已经来到对的时间，对的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做对的事？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， I feel like good， 无法喘息。我就是火，不能被谁珍惜。爱情就是火，我们就是火。我已经爱上你，别叫我停下来。我一直在寻找，怎么都在想你啊！我心里的热情是你的指南针。哇，140！这么重的，开心了吧？这样，我们还要访问，这样。对啊，对啊。回去好累。什么好累？哎，请问一下，我给你刚刚那震撼哈，好累啊。刚刚很震撼，我突然觉得他这个表情好像有点像波多野结衣的。不是你刚刚歌唱得很好，一开始真的很性感，很有感觉，对啊，还有动作。听到前面哦，前面我们只听到前面，后面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。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你怎么会这么怕肌肉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就觉得那个蛮恶心的。那鬼故事跟肌肉你怕什么？鬼故事还是怕鬼故事？对，可是肌肉会哈哈哈哈哈哈，就一直叫。张艾雅，你回来了。谁会这样啊？没有人这样对我叫。不认识的会怕，会是不是？可是认识的也不会这样叫。你在家会这样叫吗？不会，我没有肌肉啊。不是，没事不会一直这样叫。全文会，我不会。真的吗？全文没看我们就觉得你皮啊。我难怪生四个。对啊，这样讲。啊，唱歌今天哎，其实刚刚前面唱得很好，唱得又性感，真的，这天生艺人，很到位，对呀，又可以搞笑，对，
然后没有搞笑，刚刚有吗？我说你其实平常在节目当中就是很搞笑嘛，他刚连表情都到位，对，哦，厉害，天生艺人。谢谢。这首歌是不是常常出去接商演唱？唱过一两次，不是很多。其实平常也都唱张惠妹、蔡依林啦，就是大部分，所以很多都练啦。就是练了。唱这个算没练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算比较少。哎呦，没练就这么厉害哦！谢谢你们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练过的是哪一首？对，练的最多的。P.S. 我爱你，你可以来两句吗？我爱你没有保留，我爱你就到最后。有些人值得等候，有些悲伤值得忍受。我爱你不是冲动，生命尽头反正一场空。只要你记得我们那么爱过。我刚刚是差点跌倒，不要误会好不好？不错，唱得很好听耶，真的，谢谢，我不相看耶，对对对，谢谢。那个啊，你美照在唱歌，你怎么在 EP 这条路上就截止了你的这个歌唱的生涯？因为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先看我乱叫吧，就是上节目，像比如说助理主持什么的。然后可是唱歌这条路，我还是希望有，还是有那个兴趣，希望有一天能圆梦啊，要盯下去，就朝着梦想走。对，就是站着，叫孟哲出钱帮你发嘛，赚多钱干什么东西？两个合唱唱跳团体有吗？对呀，突然一只脚，对啊，你们要赞助我们，没有问题啊。如果你真的你说的，对我说的什么东西啊，好不好？他说赞助我们，对，你们请歌，他个人行为跟我们没关，个人行为，我们不太赞助这种。我帮你买100张，好是。好，打分数，打分数，对对对，很高了，很高了，95分。你刚才怎么这样？是有点敷衍。你刚刚有点好像随便的样子。有了，真的，尤其他刚刚那个慢歌，真的是有感动，加分，感动哈。而且前面真的，我刚刚在彩排的时候，我就听他唱，我说哇，这谁啊？